远古时代，人鱼和人类本应和平共处，谁知道他们越进步就越暴力。人类是邪恶的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？你说谁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刘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今天就凭你跟我斗？来啊！这整个海湾都是我的，这整片海洋都是我的。你别告诉我你已经爱上他了。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美丽、最干净的女孩。你不是人，你是天使。拿了钱去死吧！假如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分钟，假如地球上连一滴干净的水，一口干净的空气都没有，你最想干嘛？